起吗？今天你要是还能赢，我给你赚一万，大错一题你就同意要三胎。现在所有的人都说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但我就是不服。你不是精通五十词吗？我今天就要挑战你，你敢不敢接？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什么意思啊？接了。你听好了，我来抛题，你来答。开始，最长的瀑布有多长？来答吧。这不也太简单了吗？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最高的楼有多高？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这两道题幼儿园都知道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下面才是真正的开始啊！最大的窗户有多大？答吧。最大的窗户？三二。等等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古人眼中的枫叶有多惊艳？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这题我听好了，每逢佳节远在他乡的人可以用哪句古诗来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思念？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三句是吗？独在异乡无依靠。你能不能考虑一下的吗？啊！最后一题，假如我活了一千岁，你用五十答吧。我都不信了，你还真成神了你？活了一千岁。三二一，有了。千秋万寿，年高德勋，王者仁义，八方来朝。完全不沾边啊！你说。等等，你把这四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一下。千年王八。杀！你有别人谁比我最不贵？我说咱俩无当对，注定没法一锅水，不如两座兄妹一座妹。我说。